回想3年前自己第一次踏进农大，我很激动地对自己说，这就是我大学将生活的地方，我一定不会辜负这宝贵的4年。踮起脚尖，第一次跟他跳舞的时候还是通过文艺部这个大家庭，感觉跟他跳舞在一块，跟别的男生会不一样，很温暖的那种小眼神一透过来是吧，那心里就暖暖的那种感觉。爱的花刺都甜，一步一步向你靠近，一圈一圈贴我的心，就像夜空舞蹈的流星，一步一步把我作为大四的老学长，在这毕业季有很多话要去说。在学生会锻炼这3年的时间里啊，我收获了友情、师生情。我深信，在今后的生活中，这些一定成为我一笔珍贵的财富和值得怀念的记忆。在此机会呢，很感谢在这3年里对我支持过的同学，对我关心过的老师，对他们说辛苦了。最后呢，也想对正在为学生会努力和奋斗的同学说，岂能尽如人愿，但愿我心无悔，加油。大学4年组织了很多学院的活动，回想起来还能清楚地记得大一刚来时主持活动的场景，那时候满满的都是紧张，生怕自己出现一点小小的失误。给我印象最深的主持的时候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大一刚来的时候熬夜，我们4个人一起该主持词的场景。QQ 通话跟微信还有各种联系方式，在整晚整晚都没有停过。大学里我收获了20斤肥肉，感谢我地盘的姑娘们陪我一路成长。几次5连坐从来没赢过。我想说的是，时间不是杀猪刀，而是喂猪勺。大学中最遗憾的事是没有篮球，没有3连冠。收获最多的就是在篮球场上收获了友情，收获了兄弟的情。大学中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收获了爱情，还有撸啊撸打上了钻一。身为计算机的班长，收获最多的就是大家对我的支持和热爱和激情。最主要的是我的室友还有他们经常推我，让我感到很心碎。我大学最遗憾的事是关于足球的，作为我们班的足球队队长，在小组第一出线的情况下惨遭淘汰，这是我非常遗憾的事。我希望以后的篮球队的学弟学妹们能够再接再厉，继续我们的传统，把我们的作风发扬光大。我们男篮要加油，女篮也一样要加油。毕业了我还在合肥，学弟学妹们有空记得喊我们打球。转眼马上就毕业了，大学4年就过得就是这么快。在一起兄弟们一起打篮球，打了这么长时间，马上眼看着都要走了。学弟们，未来的篮球，我们学院的篮球交给你们了。4年当中，像我们这么多同学，中间还有很多坎坎坷坷，包括很多矛盾吧。在这突然之间这样走的这一刻，感觉到什么都不算是问题了吧。最重要的还是希望一通信以后，每个人毕业之后，考研的继续硕士、博士，工作的以后当大老板。我觉得大学里我得到最多的东西是爱、感动、温暖。这些让我变得成长，让我有勇气去面对人生中接下来所有的路。谢谢身边所有的人。我的大学很充实，但最让我的大学充满色彩的就是我有5个室友，很逗逼，很欢乐。我的大学里我第一次到汉龙来的时候是从南门进来的，我们南门是我们学校最漂亮的一个宿舍。大学4年我感觉收获很多，尤其是4年之间同学之间的友谊，
更重要的是我们请生六个人之间。我相信呢，这份友谊呢，不仅仅在大学四年里面能够存在下去，更重要的是在未来20年、30年之间。到了大四，每个同学现在都有自己的目标，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，还有的同学在微博。我希望大家能够展翅飞翔，为自己的生活找到新的起点，为自己的明天展翅飞翔。这只是我独自言语，不知道做什么啊，梦想一定要实现吗？有人带着满足的微笑哭泣，有人带着破碎的痛楚流涕，但是我与这两者完全不同。毕业后我在何方？你又会在做什么？这流逝的时光，试着将它留住，却只能悄然无声看它慢慢流逝。我已经拥有的，却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有哪些。对我来说，平凡的今天会是某人的生日，亦或谁的节日，世界不会因你而变化。现在仍然迷茫的我，会有那么一天，我们能够找到追寻的美好。这只是我独自言语，不知道做什么。想一定要实现吗？有人带着满足的微笑哭泣，有人带着破碎的痛楚流涕，但是我与这两者完全不同。毕业后我在何方？你又会在做什么？看着流逝的时光，试着将它留住，却只能悄然无声看它慢慢流逝。我已经拥有的，却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有哪些。对我来说，平凡的今天会是某人的生日，亦或谁的节日，世界不会因你而变化。现在仍然迷茫的我，会有那么一天，我们能够找到追寻的美好。